有一个朋友，其实今天你也很无用的，真的千里迢迢来的，为这么远的地方带着他满满的祝福，要来献上今天对你的加油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龙千玉。哇哇，谢谢鹏哥，来，有有有，鹏哥加油哦！你看这里有满满的祝福。哇，鹏哥你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你看我妈妈今天还有国外的朋友特别来看你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也给十几岁啊，时阵咱就熟悉啊。我妈妈一看到你的时阵，就跟我讲，这只一定会红。算只呀。果然，你看到现在几十年了，屹立不倒。是，一直你家己的。对，你家己上好温餐厅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你看十几岁熟悉你个亲妈，一路这样看你的认真奋斗、用心用功。真的，很多很多话，千言万语，加油，一定要挺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挺过去。对，感谢感谢。有一首歌代表着所有艺人的心声。是。凡是他拄啊呢，大家看到阮，敢那伫台顶，敢那讲甲真好笑，康康也好，秀清也好，谢天亮也好，其实那是我们在舞台上面的表现。我是希望大家拢快快乐乐，但是生命当中有爱面对足济足济问题，唔是你甲我甲伊三两句话会当来表示。所以伫遮也希望咱所有好朋友，咱电视机头前的在座现场的每一位乡亲，恁来甲阮支持，所有问题该面对来承担，但是恁的快乐是阮的责任，恁的掌声是阮永远的支撑力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每一位在场的好朋友，谢谢。咱继续呢，甲捧个花声加油好无？捧声加油！掌声响起，谢谢你们，鹏哥加油！我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，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，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笛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要下来，鹏哥加油！鹏哥，我们爱你，永远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。一句祝福，咱希望咱的朋友真紧的，会当解所有问题拢甲解决。看到这么多朋友起来，真正非常的感动。掌声响，咱台湾人的人情味，就是这么高，就是这么赞。你的掌声响起的音响当中，现场的乡亲朋友一上台，带给碰过上直接的支持。